看《饥饿游戏》。哦，好大一个口罩啊！这是口罩，这是口罩，这是口罩。哇！你好，你好，馆主你好，你好，馆主你好，馆主你好，你好。是。你，这馆主您是？我就是华兴海集团的董事长。啊！董事长，我们刚过来的时候看到这边到处都是口罩，对对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啊，我们这个钻石型口罩是全球独创的。怎么讲钻石型口罩呢？因为它是有全独创的造型，立体造型。哦，所以你这样子讲话的时候，它前面会有一个空间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你就不会，比如说我们这样讲话的时候，这里有就像这个口罩啊，它可以让这个空间感会有空间，是，这对女生来讲很方便，为什么？因为口红不会粘在，口红就不会粘在那个上面，也比较好呼吸。对，对，所以这边呢是我们亚洲首座以创新为主的这个口罩工厂，大家到这边来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口罩，对，然后甚至是也可以来看看口罩怎么制作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其实在这个前些年疫情非常严重的这段期间呢，就是我们华兴算是为国家的贡献非常非常大，被征收是国家队，也是国家队，国家队，而且你手上拿这个钻石型口罩，听说好像在世界上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荣耀。对，它是也全球独创，所以有获得八大国家发明奖的那个金牌，还有台湾的金品奖，台湾之光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就是我们将这个口罩哈，扩大50倍大，就是这个。这个还是也是都是用这个，口罩的布，它不是帆布，对，完全是口罩，真的，对，一定要是云来的材质。太好了，今天希望可以在这边认识更多的口罩。是的，那我们也谢谢董事长，非常的辛苦啊，谢谢。好，现在要进行口罩游戏接力赛，好，依照完成4个关卡的顺序排名，获得抽球数。第一名抽3颗，第二名抽2颗，第三名没得抽。第三名好惨哦，一颗来参加没有，一颗都没有。三队接力赛各有各的闯关路线，然后有4个游戏嘛。第一个是钻石口罩的游戏，在口罩内塞满8颗乒乓球，然后手离开不落地就算过关，8颗。然后第二个是口罩口罩，这个是口罩口罩，中间有一个洞哦。这里有一个洞，要吹笼，然后把乒乓球顶到吹笼是吹笼那个把乒乓球吹到某个地方，累积3颗就算过关。第三个是透明口罩，第三棒戴着这个口罩唱歌，然后另外2位队员看嘴型猜歌名，猜对就过关。看嘴型猜歌名，所以只能用嘴型判断。对对对，好，厉害。好，可以。最后一个第4个运动口罩。运动。这个好哦。这个好。那一般我们以前都是要那种布口罩才会有这个，对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这种我们的这个不织布的口罩也可以有。它有透气，然后它有一个孔可以呼吸，跟我超搭哎！天哪，你好蓝哦！你是阿凡达哎！你这样呼吸的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，就是那个不会贴着，然后而且黏。你现在发现它不会有那个不，因为它这里会有一个那个气压阀，对，所以你吸气的时候会吸到气，吐的时候它就会从那边再吐出去。赞！这个好，不愧是我们。所以会在气阀上面涂肥皂水，所以。全员要轮流吹出泡泡，就算过关。好，那我们知道了。上道具，分组就位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大家都准备好了，就是2、3、4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准备好了吧？回家了。不行，我们现在要努力。关卡。你就是稳稳的走到那边就好了，慢慢走。只要过关就好了。但是现在好像在安慰妈妈，跟安慰阿妈一样。阿妈，加一波就好，对你的健康都超好诶。是不是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了。好，听声预备。开始哦。这怎么？这可以先放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很难诶。要把它完全放进去吗？这样，
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圈圈圈，厉害厉害。看扎时间有人杀多少 ？OK OK。好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呀，可恶！拿走。会往上飞，好。哦哦哦，来了，小心小心哦。好，八颗球，八颗球，哇塞！好好，我先。不能呼吸。你实在是真快耶。啊！我差一点。他撞那里会偏呢。对，会偏。啊！不要了啦！我要去哪里？我来。你来过来，过来过来。然后你一次要给我一颗，一次要给我一颗。可以可以。啊啊！啊！再一点，再一点。我觉得你要过来一点，因为它好像有一个歪歪的。你再可能往这边一点摆。啊啊！快点。哎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哎呀，好的，啊，啊，够了够了，够够够够。来来来，再上，再上。哦，可恶！耶，要三颗子。哦。有了。哎哎，还有只熊呢。有了。哎哎，还有只熊呢。啊。你要三颗三颗，那我现在走了吗？球不用带了吧？球不用带了吧？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。小丽姐，小丽姐，要带耳塞。OK， 好。多了一颗。没有路过，等到后天来的时候，等到后天来的时候，哇，强啊，强啊！站好了吗？怎么那么厉害呀？快快快！哇，你好，你好猛哦！啊，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，好，开始了吧？好，开始。你的手机要过有一次错过，不敢牵起你的手。如果没有如果，好像有我们的时候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只想要那一场雨，只想拥抱在身边的证据，吻你的呼吸。呼吸，呼吸，一瞬间，你说好就是永远。好像有什么我们还是我愿，应该有我。错过，不敢。
脑袋的整形，但是我不知道这首歌。吻你的呼吸，呼吸，眨眼，一瞬间。等一下，我的 Lady Gaga 好吵哦。开始啊，第一首。这里面为什么放音乐会干扰啊？这里面的音乐好讨厌。哦，可以哦。对，可以。让我背对命运，不害怕靠近了，相信了，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？什么啦？暴雨狂风也不想防备，爱了就爱了，只刻在我们泪光的约定。我开出了花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。这样粘哦，这看不到啊。可以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稳了稳了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你帮我，你帮我，先生哥，你帮我粘。没有没有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哎呦呦呦呦！很多很多的。哎，我完全看，我完全看不到哎。对对对，我看不到。有有有，好这样。我很追，我在里面追紧啊。我是觉得上下尽量不要有缝，对。又一次错过，不敢牵起你的手。是不是？萧敬腾那个一眼瞬间。不是。我可以，我想和你。如果可以，我们愿意跟你回到那一天，什么的啦？我想，我想和你身边的争执，吻你的呼吸，什么呼吸？一瞬间，一瞬间，化作是永远。为什么都看得出来？为什么你都看得出来？我想和小鱼，是不是维里安的那个维里安的如果可以吗？恭喜答对！我这样我答对了。如果我只看到，而且回头路，而且哦，我还有一关，我们要回去吗？我看得出来他的嘴型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歌。再站下去。戴口罩之后，来来来来，一人一个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，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，一万年。留给我，别困住你。那个，如果可以，如果可以，Go！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快快快快快快，我们很厉害，冲冲冲！好险，有听主关键字。他们都回来了，大家都很厉害。肥皂水怎么涂啊？不够，不够，没有买。这样子，没有。我们在哪里？然后再上台，哦。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轮，哦，一个一个轮，我没有哎，我没有哎，没有，没有，还要戴着口罩，然后就去穿，什么意思？戴着口罩，然后，这不可能有吧？没有没有，戴着口罩粘哦，对，哎有了，梦泽有了，梦泽有，我也有，都有都有。没有没有，戴口罩粘了。哎呦，梦泽有了，梦泽有，我也有，都有。好，快！我有，好，看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。好，快！是用嘴巴还是用嘴？用嘴巴，用嘴巴。你可以把用嘴巴。没有，要有了，来来来，也有了。有有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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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再来，快点。你们有人盯着看哈。我多粘一点。我多粘一点，多粘一点。有了，第二个。
睡。脱掉了。好，进。有，好，快，换你，换你，快点换。不要带着沾哦。气度长一点。小林姐。有没有？有了，小林姐有了哈。好，来自己沾。自己沾。然后把嘴孔往嘴巴。不够，来再来，吹一次没有就没有了。不要急，轻轻的就好，轻轻的吹。你倒多一点，你要是倒多一点，就反过来倒到你脸上，对，这样子。有没有？你这样有没有沾到？有。好开心啊！啊，你也让我们感受了。我现在里面都是肥皂水。对啊，都是。我跟你讲，你再沾一次，然后再用力一些。突然发现用倒的。对。往孔那边，然后用力吹。有了，三个了。好。有了，三个了。Yes。哇，惨了，没办法了。哎呦。我们第一组到好闷啊！我们两个泡泡都跑出来，然后他中间其实有花了一段时间吹不出来，他说啊那先换他，然后他又过了又轮到他，他就吹不出来，然后你们就全过了。Sorry， 你才不想跟我一组，原来是我。通常来宾来挑那个主持人就有两种状况，一种是怕主持人拖累他，然后一种是因为自己有问题，对，然后想要跟强一点的，想要。就是，原来如此。怎么会吹不出？你吹超吹了两轮呢。好，那我们就一颗球都没有啦。蓝队获得第一名，黄队第二名，橘队第三名。好，第一名吃东西。耶。第一名可以来吃今天的蛋黄酥。哎呦，哇！太好吃了吧！这蛋黄酥很香哎，因为我刚刚在等关卡的时候，我刚好在他们烘焙坊的旁边，好大颗哦。哦，这里还有烘焙坊啊？就是他们是有卖这个算美食的商店。哦，哇，好棒哦！好像乌龙茶还是茶？现在观光工厂有很多都也有在卖吃的东西。对啊。我觉得这一关我们最吃亏的就是。我们找到了，但是竟然是最后一名，没有球就完全没办法。我听到了，因为你至少要有球嘛。有，我懂。你有噩梦了。我下次加油的首选就是鞋子狗，孙鞋子，而且发通告之后就跟孙鞋子同队。不然不来。不接。那你不要这样子，因为我怕我们当天录影会取消，因为鞋子知道了他不来了，换他不来。所以第一名这一组可以抽几颗？三颗。可以知道数字对吧？不偷拔哈，来，你拔也没有用啊，你随便，因为没有重复，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哪一个位置啊。七号，第二个，因为你不知道它线在哪里啊，它的数字在哪里。11，还可以再抽对不对？再一颗，好，13，好，这是他们的三颗球，再来换我们两个，你们抽两颗其实也蛮好。第一关连不了线啦，你要四颗才有办法。十号，好来，现在都没有人抽1、2、3、4。14，我觉得第一名跟第二名都不错，因为三颗两颗，其实差距并不大，因为还是要看连线为主。比较差的就第三名。你不要再抽，一颗都没有，那后面就那这个难追了啦，一输就输三颗了，球数就落后，然后又有一个拖油瓶。对啊，那真的没得玩了，哇！而且今天又不能换队，哇！这才第一关而已啊，这个赢很无趣。没有，可是如果下一关。我们状态还是不好的话，怎么会？就完全不行。但你们没有向，你们没有向心力耶。我们现在已经落后第一组，他们像一盘散沙。对，芝芝，三颗而已，好好玩。芝芝，这个时候就差蛮多啦。下一个赢回来
就三颗了呀。你就算我们后面有机会可以抽到四颗，你也要四颗刚好是连成一条线，我们才有一条。芝芝，你先要发挥运动家的精神，团队精神，因为你现在有一个你要带领，有一个带衰的，怎么会？你要担任起局队队长，小太阳，对，你要把他们的气势拉起来。我不会气你，我不会气你，我不会气你。对对，你要带动他们，拉动起来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加油，加油！你连个精神喊话都没喊到，你也太弱了吧！他这样没好了好了，加油了！好，振作振作，这个三就让你拿上八十，送给你了，没问题，要带回家。